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呢，我们为您挑选的棋谱呢是2015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3轮的一盘主将战。那么对阵的双方呢，分别是珠海万山队的主将柯洁九段，对阵杭州棋院队的主将刘星七段。那么刘老师，我们知道您是这个珠海队的教练，您对珠海队的情况肯定很了解、很熟悉，是吧？柯洁在我们这个队，然后他打主将，一般是期望柯洁打主将，因为他这个成绩不错啊。是的，那么这盘棋呢，我也在现场，和刘星啊，对，刘星，那么下这盘棋，所以今天来讲这个呢，也是比较熟一点啊。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棋，好吧？好好好，柯洁主将。柯洁执黑先行，对，是。因为主将呢，我们是要白棋，不是，我们是黑棋，对方一般主将都选白棋居多。哦，就是他主们的将主制牌，场是对，吗？因为他有选择权。哦，是这样。是，对，行，是，挂挂一角。个啊，对，这是叫这个下法，刘星这个下法，有点像那个这个位置呢，这个位置是黑棋的一种配置啊，也下过是吧？黑棋，是的，白棋二连星，黑棋这么下的也有啊。现在白棋反着用，刘星这个棋手他的棋风呢也有特点，对，是，他是，或者说我怎么形容，比较奔放一些啊，对，他奔前放一半点，盘下得非常华丽，奔放奔放，这对，个有些人可能不容易抓住他或者。不容易理解他的下法，是的，是的，反正他自己理解就行了。一理解，般就是他的布局的下一手，常人是很难猜得到的。啊，而且呢，他在联赛当中应该属于年纪比较大的了，他是84年出生。八四年出生啊，的，他是有特点的啊，对，有是特的，点是，有特点。和柯洁，我估计对他可能不是太熟悉，不就是适应不是适吗？应，可以对，说不是适的，应。这个就不是常规中国流多或者手脚多，那么对，他走在这里呢是有特点啊。这个呢，这个掌握也比较难，比较熟，黑挂棋角挂角，普普通通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普尖通，顶，尖顶挺好。跳一对，这个拆我认为也是本招，这是柯洁这个拆一个也挺好。没走错，这个呢被打入，走在这个呢又觉得不舒服，这高可以，这个也没错，高也挺好也的，没错，也挺好。就下一手就属于有点像刘星流的意思了，对，他比较独特，他震一个震一在个，这儿，这是高举高打，然后这么棋还要震一个，而普通也有，比如说站一个这个也可以对，啊，他就继续这个。这个他这个棋，我看他下刘星下棋，中央啊在挥舞的中央飞舞中央啊比较多，对，在中央飞舞的棋居多，我就看他的前半盘经常是东一个西一个，对，让然你摸不后着头。对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应该把那些棋子怎么联系起来，但是他有的时候下得特别顺的时候，这棋就下得很好，然他后这个后半盘起可以连伏，那起么来，说他起伏也比较大，啊那对。也有可能不顺的时候啊。谁都输也有可能，也有这种可也能有性，可当能然是吧？是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棋手呢，碰到强的，所谓的强的，他挺强。你看柯洁现在成绩最好，那他就输给他，是吧？他就贴厉起害，来他是贴这个，跳一个也很正常啊，走这个，靠，靠一个，对，挺唱，好。再来一下，也没错，再唱，这贴下来也挺好。这个棋都是一个本型，看着双方下的都比较规矩，比较规矩。没错。也是，我认为是普普通通，很正常吧，正常，到现在正为常。止。下到现在呢，该黑棋下啊。黑棋现在要是我的选择，我有可能觉得这个地方不下，或者在这地来走，是比较普通，走实惠一点。就是说这底下呢，反正黑棋挡到这一个已经是活形了。对，明显活棋。对你再走，反正我该脱先就外脱面先还了。有头，里面也是活的。如果对。你还不保险，你再贴一个也可以，是吧？再继续走两下也一般的说，这都不必要，不必要怕他来吃。我就这个走个实惠，挂一个，可能是多数人会这么选。因为他高位啊，低位我就不走，低位我就往这边走了。对，也可能走这个这一类的啊。
你既然高位呢，你底下空，我这边点了点了之后，里面都是空的。点啊，或者飞啊，都是都里面没有多少空。是的，所以是想走在这儿。那么柯洁呢，这个可能受对方之传染。他觉得高者在富是吗？哦，所以要狠跳一个在这儿。再跳一个，白棋补这个。这两个交换实际上如果没有进攻的，从目上来说，这个并不便宜。对，以后你比如说你走这面走这个，或者怎么样，都比这个要效率高。所以我就想到黑棋如果这个不跳，当然这个挂也很大，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挂这个？直接挂这个啊，这是也是一个比较选择，至少在这儿。对，反正在上面那一带也是一个大场嘛。对 对, 对，怎么说？这个地方有很多种。也有人喜欢先碰一下、断一下，或者怎么着，也有再走这儿的。等等，选法很多，但是这个是比较平，这是柯洁啊。对。他这个时候就个人爱好不同了，柯洁也是觉得这么在中央挥舞一下走大形势，他不惧，他觉得这样挺好。但白棋这个小尖了。补了之后呢，这个角就实了。对，基本上黑棋没有什么手段了，已经。对实控来说，它在这个位置，这两个交换，白棋是要便宜一下。没错，是这样的。然后黑棋接下来在这儿大跳。对，大跳。大跳和这个交换呢，从目来说就跟这两个一样，一手、两手、三手，它再跳一个。这三手和这三手交换，实控上是亏的。黑棋亏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呢，就是我觉得不好掌握。对，我是喜欢实地一点，挂在这里，我比较普通人吧。这个呢，但是如果你能够会掌握的话，当然这个也可以啊。对，但是这个棋比较难。难，看起来柯洁还是要倾向于攻击一些。他喜欢进攻。对，他喜欢进攻，他觉得你这三个子怎么搁这儿就完事儿了，不行，我得对你实行一些，至少是给你一点压力吧。你看你这，我就说你既然攻了，那你是不是这个时候想震一个？我估计你走这个的时候啊，白棋可能就走这个，对，他气掉了。是的，这个如果说一路逃的话，你都摆了三手了，再来我肯定不走这个。对，是的。这样呢，那我就那是当然好了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这是黑棋最希望，我觉得这样。一路下来就行了，这是黑棋希望的，没错。这个当然是我觉得要走这，但是黑棋到这个时候不走了，他不走了，这跳了两下之后又跳三下到这儿去了。对，那这个为什么要跳两下呢？就先把它分段吧，这三个字。这柯洁实际上他也有点这个，这个跟刘星有相似的地方。哦，是吗？有相似的地方，让人摸不透的啊。这个都是高手啊，高手。柯洁现在是我们的这是主打队员。啊、对，那肯定了，他等级分排名第二，然后又刚刚拿了第二届百灵杯的世界冠军啊。这势头很猛啊，是很猛。他这个下棋也比较奔放的啊，他的后半盘特别强。对，中后半盘啊、特别。你这个棋不走了，走在这儿，那么白棋一看又在这儿捡起来，再从这儿走。但是呢，你这个棋呢，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稍微我不喜欢这样的黑棋，这个抡法，这个抡法我不好掌握，我没那么大力量。您太谦虚了。他走这个，飞一个，飞一个。他走这个，然后白棋飞这个。这会儿呢，白棋要开始处理中间了。他觉得这个中间呢，两边的目数已经都拿到了，那么我中间这三个子呢，把它处理一下。对对对，你既然不走，他就往中间走。这个也是，你看这几个形状都，正常，正常。对，也比较普普通通啊。当然棋局是还早，但是我总觉得白棋的实控看起来还蛮多的。实控多，可是柯洁事后我问他了，他认为没什么。我觉得这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他说关键不在这儿，关键不在这儿，比较自信。白棋这个飞也挺好。白棋尖冲。这尖冲。当然这个棋放在这里当然好，有进攻啊。当然现在这个是好点，走这个好点，这进攻。黑棋爬。爬一个，对，它也是长的。这个流星长，这个照应，我觉得下的都挺好。对。然后这个柯洁的力量就开始显示了，他觉得。
这个地方就这么左飞一个右飞一个大跳一个、隔那么老远，中间还隔四个呢，对，这就算连上了，我当然要冲击你一下在这儿。对、对，他觉得这个下的挺好，没事儿。刘星说，刘星是走的这个，对，是的，他说如果这样，嗯，这样的话，柯洁说我走这个，那说他说走这个，那我就虎一个，柯洁觉得这样不差，不差，挺好是吧、他认为我就这么下挺好，没事儿，也没觉得这时空就落后了，没时空没事，没他觉得后，他说这个形势我并不差，这就是这理解不一样啊，这个有时候真的很理解经常要实力说话，我们这个各自理解不同，但是双方实力说话是第一的，冲一个，冲对，扳住，拐一个，左边，对，这个下法，对，走这样，是，好像因为你这个走这个被他拐也受不了，是不是啊？拐出来，拐出来受不了。嗯，这个棋呢，有可能你围控没啥意思，如果被他打穿的话，并不那个什么。他走这个呢，这一冲呢，就你如果再继续走，如果这样，这样，不好办，不好办。不好办，你如果硬挡上，如果挡住了，这人家他有可能是这个黑棋没有成算，对，一路挡，这个杀气能杀得过吗？比较危险。我也觉得是比较危险。而且这白棋这种双啊，这是不是不用双，就单直接解决？哦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不知道下一步走什么。这个下子好像已经不行了吗？不好办是吧？有几招你也不好办。我拐这个吗？拐这个他胡，然后再搬一个挡住。这虽然说很舒服的扑两下，但没用，打完了怎么办呢？这里面就两。他就一路都硬打了粘上，你这个就是说你，反正这个被吃了，对，这吃了受不了。是的。哎，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白棋一冲全部通了。那黑棋当初是不是可以考虑？我就是说，我在反问你，这个下法是不是值得探讨？啊，人家全通了，就这么压过来就行了。对，下法有点任性，有点任性。但是他强啊。然后下到这个时候，黑棋拐一个。对。这个棋当然也很大。这个棋不走啊，这个棋你形状总是联络，他不管怎么，他就飞一个也是大。对。对吧？他拐过来。白棋拐过来，这个等于你这个连起来，白棋连了就不好连了。对，嗯，这白棋呢确实有一些断点，就是这里有个断点。对。但是呢，它可以分而治之，反正这里已经冲通了嘛，就算是。是。冲通了的话，这块就不用担心，你断这边，我就处理这边就行了。柯洁是力量是比较大的。对，确实，他对力量太有自信了。他都很自信，自信。白棋飞在这儿。飞在这里。对，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飞在这儿。飞这个呢，也想威胁一个这个。那不管是我要再往前走的话，你这个棍子还没活，它反攻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也可能稍微硬了一点，回来一点。对呀、为什么要下在那儿？回来一路呢，这个联络的形状会好一点。对，我觉得回来一路也是可以考虑。嗯，那么刘星走在这里。是。嗯。然后黑棋飞这个。飞这个，那就是。他这个也是给大家给对方卖个破绽，我这个走了，我刚刚给你让你分段了，拼力量，白棋挡，挡这个，他下得很强硬，强硬，这必须你要分段我再跟你战，这个战斗，战斗，这下，这个白棋我认为这个应该跳这个，这样的话的确白棋不见得就一定行，对啊，这不是已经被断开了吗？是，毫无疑问，对这个挡呢。你如果紧着气呢，这对这儿影响不大，对，所以它双在这儿，形状是双，但是你这个双在这儿的时候，黑棋来个狠的，再把这个贴了，这个不补，不补这个，就撑住。你这飞，反正我底下还能拖啊什么的。你飞这个呢，它这个棋是有这个，它先靠，靠了，假如说白棋冲呢，冲它就断。哦，它就断一个。这个棋呢，你如果吃这个，它这个走这个，它打过，提掉它就、它就飞过，飞起来。这个棋呢，虽然提一个，这个棋没有活，没有活，活起来比较累。对，这样是黑棋可能会这么给你啊，你飘在上面，你这个棋的确还不见得杀的，白棋也可能没有成算这样下法。这是黑棋。反正黑棋就是要跟你战，你这地方你敢上面靠比较硬，我先把你先断开再说。对，这个挺硬朗的。
是的。那么黑棋就选择这个靠。嗯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地方有冲断呢、啊，你得补啊。白棋跳。对对对对，走这个。在这儿。对，这个一路杀过来，应该说势均力敌，或者说这个时候杀过来柯洁。仍然觉得自己可战，你的那些疑问这些损招啊，他不以为然，他觉得那是没什么，黑棋能够奏效，或者他还觉得自己优势也有可能，未可知。但是下一招是就是致命的。对，我也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到现在我也还没想明白呢。这个棋单我们他走到什么地方啊，他挤了一个在这儿，这个棋是特别要命，这个挤，他挤，他如果不挤的话，不很明显有间断吗？间断目前来说，间断他们觉得这个间断 没关系，不是没有意义啊。但是我不走，我可以不走、啊。间断这儿还没断啊，但是我可以不走啊。是应该不走。对，我就走点别的不行。对 对。比如说我就算我走里面补一个，这不这个吗？不，这个时候最强的是要把这个分断。哦，靠断它。靠断，这个棋要走。这个时候靠断之后，你这个断呢，你的让你自己连回家。哦，单关要留给别人去走。对，这个棋靠一个，你不知道，你还能这个，这个不走麻烦了，这个走什么？不知道啊，这怎么办？这得连吧，这不连搬一个他就双一个，有可能把这个角损了。是啊，我搬完了，如果还得连，那我还不如直接连。连这个，这连的好。这一般，这都是不舒服的。对呀、是吧？这都不舒服，这有可能就无疾而终，有可能。所以说这个靠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先靠断它。这是怎么样？这是必须要走的，这是。那么柯洁他在这个关键地方没有走这个，那么这盘棋可想而知，他这个是失败也是在所难免。他没有把它靠断是吧？对，这非常他也比较后悔，确实比较后悔。这是因为他这个棋呢，他是说，总觉得这么挤一个，他以为让白棋比较难受，白棋比较难受。他说你补在这里还是走这个，他说比较难受。哦，这样。实际是难受的应该是他自己。对呀、人家走完了之后，把这个连回来太大了。对呀、人全连通了。虽然这个是白棋，黑棋这一顶啊，你冲了它能够打吃，把这吃掉。是的。但是这个你连通了，你都活棋，这是活棋，这是活棋，没有意义了。对。这个活棋连通就等于没有价值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棋是最重要的靠断。这个棋的确，我看靠断啊，黑棋的确如他所说，还是不错。哦，有可能你要让我选择，有可能还选择黑棋。所以说他之前一直在说，就是说这个都不重要，关键是在这个地方。哎，这个地方要靠断它。那么我要反推过来，那白棋也有失误的地方。对，就刚才这个，他有可能走得过强了，给你机会了。是，我觉得您刚才大跳在这儿就挺好的。大跳那个走得正一点，是吧？那你要说，你说白黑棋，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好下，不好选择。对啊，我反正不会下这个是啊这样的黑棋。如果白棋刚才大跳在这儿的话，黑棋这种分段手法，他大可以拐到底下去了。不成立。拐到底下去就行了。那就不一样了。不一样。这个是个关键。也靠断是必须的，这个棋这个必须的。这靠断之后啊，你自己去补的话，中间还有一些利用，把这个吃掉，这个割断，的确是时控上好下，好下，确实，好下，好下。这个棋呢，它去在这个地方，这我也不能很不能理解。我说你下哪儿不好，你非得让人家给连上顶一个，他觉得这是一个连贯的好棋，是的，但实际上这个地方是要命的。要命的，很要命的棋，是一个，可能是一个致命的，致命的坏棋。对，被这个一尖太大，你这个脚上，人家都双在这里了，这个地方这个头是最硬的。对，这个脚上非常空虚。对，是的，甚至你可能只能去补在这里。那你外面就不用谈说攻人家这一只，本来他是要保持他的攻势的，在这。那本来你想攻白棋，现在呢你要自己挫，你攻白棋，这个时候怎么谈何攻呢？对，这个棋长一尺，无眼自活。主要是黑棋自己太薄了，
它那么长的棋，你还要去破它眼去吃它吗？这个棋从棋理上说就已经很勉强，对，很勉强的，这个棋不应该。对，这个下到这个时候，黑棋有点难办了，又很头大。由于刚才这一步，对，这个失误，这个棋这是关键啊，这个是关键，不能去挤，应该单靠。对，再次重复，现在他尖在这儿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你走这个，这个被靠出来，如何是好？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如果你顶这个，这一飞又如何是好？嗯，这里面还不见得活。两边都防不住，对，现在已经。所以这个时候黑棋就已经很难办了。那么接下来黑棋要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给大家留个悬念，啊，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，看看接下来黑柯洁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。好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待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欣赏围甲联赛主将战由柯洁对阵刘星的对局。那么刚才呢，和刘老师啊给大家讲解到这个很关键的地方，柯洁呢由于一个失误，他没有下一步关键的把人家靠断，而是在中间挤了一个，这让人觉得有点费解啊。是啊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应该靠，是的，靠断，应该靠断的，啊，这个棋很重要。他跑这儿挤了一个，他没有下这个靠，他本来人家这儿是中间是有个断的，对，靠断，那么他的就全局的力量就能够发挥出来。是的，在这个地方去挤一个。然后顶了，然后他主要想追求这个顶，觉得这个是个好棋。其实这个时候被最关键的被他一尖呢，黑棋陷入困境。对，没错。这时候刺一个先手，但不管用。接上。对。然后又飞了一下，这个脚是硬撑在那。这个飞一个都是属于不是好棋。太勉强了。本招是跳的。对，正形是跳的，又怕这个，是吧？没招了，这是不行，不好办。然后赶紧把外面先防住。对呀，这个棋走什么呢？是的确这个防住，但是这样的话防住啊，被下一步这个三三点入，太可怕了。这一点已经很难收拾了。眼见的他不会吃这个，吃这个还算好，吃这个他就反算了。对对，这还能防住。这样还好。对，这样还好。但是呢，这一点三三不好办。这招太凶了。对，我记得这个时候啊，也快到中午暂停了。哦，柯洁这个时候连连摇头了，开始有点痛苦，是吧？现在你走什么呢？你走这个，他就立一个。这脚这样的话，有点凶多吉少了，看着。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啊，你这是飞一个怎么办？这脚都快接近死亡了，已经。这是一个双着的形状。是啊。这就很麻烦了。对。这就很麻烦。他走这就算这个你也吃不了，这都先手，各种先手，这是吃不了。没错。很麻烦。对。这很麻烦，走这个也可以，走这个就基本活了，就已经活了。所以说这个棋啊，不知走什么了，那贴这个。很难。贴这个，只能只有这两个选择了。对，是吧？贴这个，被这个白棋贴这个爬一个，在这儿不舒服，不舒服，这爬完了之后，至少人家这个先手，这个先手，还不说这底下什么顶了扳过呀，就各种手段。不，就这个棋，你要吃白棋就已经累了，而且你现在是本来你要黑棋想吃攻白棋的大龙，对，现在是白棋要反攻你，通过进攻你自身的大龙，就活了，实际上这个棋啊，就是说是作为白棋来说最合适了。你来攻我，然后攻了半天，自身我通过进攻你，你不得不卖出给我眼位，给我空间。所以说这个之前原因就是要中间分段，分段是这是至关重要，最主要是要分段对方，尤其不能让对方连为一片。对，连上了之后发现你这个脚就成这样。先分段再说死活。对。如果你一味要攻对方，大家这个你看那么长的，他棋长一尺，无眼自活，这是棋理。这个他那么长，总会有眼。对。现在就出来了，就是看不出眼，但是他攻你了，你自身还没活呢。对。尖一个，他就挡住。让你来破我，这麻烦，这看着不好办啊。对，这不知道怎么办。不知道怎么办，这个有点困难，困境。还有单粘。单粘上，对，单粘好。其实单粘这个脚上杀气已经是很困难的事了。单粘呢，它
期望你，如果你不经意就自己走这个的话，嗯、黑棋还有，靠断它。哎，这是他期望的。先把它挤断。对对对对对。接住正好断掉。对，这就来转机了。哎，这不错，这个是黑棋希望的。嗯。这样的话，就是白棋麻烦了。对。嗯。那我想刘星应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，这个靠应该是。这个是关键。嗯。所以白棋先挤。先挤这个。对。先挤这个，比较好。嗯，先挤这个。如果说黑棋单粘粘上呢？单粘上，嗯，单粘上，我看看啊，这个棋，不过我想白棋也应该很好处理了，就这块棋的生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它底下这个单粘上啊，它这个棋啊，首先是、应该说这个挖一个，还是有存在的，挖一个，还有一个挤一个。挤一个，这儿有断，这儿有立。嗯。单粘上和后来的区别，后来也是这个。也不算太大，差不多。它可能也是。也是立的。哎，对。嗯。这其实单粘上它也会走这个，一样。它还是要小尖。不，这个棋你比较凶的是这个嘛？对，它就靠了它一下。靠一个这个，哎。然后小尖。嗯。小尖嘛，它实战是靠完了，然后黑棋粘上。那我们看实战啊，我们看实战，是这样下。先看实战啊，就是咱们先把实战看出来。白棋挤，黑棋靠一个、靠一个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挡住，挡住，再粘。对，它靠。那么为什么靠一个走一个？嗯，如果这个棋走这个打吃，哎，就在走在这里。嗯，走这个是吧？打吃这个的话，嗯。他会挖一个，对，他是不是怕人家先脱先了？现在挖这个，嗯，单挖一个，单挖，啊，这样走这个打吃，他可能就粘上了，粘住，嗯，这个地方有断，嗯，这个地方有活，黑棋比较难办，对，是吧？比较难办，因为他如果说粘在底下的话，这上面这个断点就不存在了，对，黑棋是断不掉他的，对。他是希望走、希望什么呢？希望走这个。嗯。你如果走这个，他也许先断你一下。哦，是这样。断一下。这断的白棋有点难受了。对，让你呢不知道。连不上现在。你如果这样走，他粘上。嗯、他期望这样。你这白棋连不上了。如果走这个呢，他打了冲过来，再断，把你断死，断开。是是是是是。这是他期望的。嗯嗯。那么，当然，白棋，刘星也不是泛泛之辈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他先挖这个。他先挖一个。对。这个棋呢，总是要打一个。等到他打吃。打这个，对。然后他再走这儿。对。嗯。这次序下的也挺有意思的，这看着。这个棋呢，如果断，他粘上。黑棋粘。粘这个。他粘这个，这个棋呢不好弄。这粘。如果走这个，他就断了。这断已经防不住了，现在。对。不管走什么都不行了，他走这儿。走这个。这拐打那颗子要不上了。这一般你就。对，差不多了。这个就不好办了。嗯。不好办了，你看他这就崩掉了。嗯。所以说，你这个棋你要想来硬不，这个棋在这儿啊。对。你要硬来，还只能走这个，不能粘上，不能粘这个，不能。只能团在这儿。团着团这个形状，还松着气，给这一断，也不好办。嗯。这不好。是这样的，对对对。那么。所以这里有一挖，基本上黑棋拿白棋没什么好办。要吃白棋太难了。对。嗯，所以这个棋呢，它立的时候啊，黑棋尖的尖的尖的，在这儿对。先要求先杀角。如果继续走，我甚至觉得黑棋是不是就一定能脱困，都很难说。他点一个。这样我觉得倒不是，这个点一个的话。这样行吗？嗯，怀疑。这个棋好像已经差一棋了。是差一棋了吧？嗯。他这个拐在这儿。对他拐一个，然后是不是铺完了一粒还是？不就把这个就冲一个就完了。嗯，就直接紧气好了。就收气。紧气就收，收，收，
已经差一期，差一期了，你就紧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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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差一期，所以说你可能只能还是得利用外面的问题。不，你点之前可能要先爬吗？先这一类的嘛，寻求一些先搬一个，寻求一些那个什么，这样寻求一些给你的战机，这样走成这样是吧？嗯，哎，这样还有可能是寻求一些。别看这一路搬，但挺实战的，啊、也不太好搬。白棋，对、哎，如果再粘的话，这气就不一样了。气不同，它能够给你粘。嗯嗯，它就紧着，或者再怎么走啊，这个棋就有机会。对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尖的时候啊，这个白棋粘了，白棋粘上了。嗯，这地方刘星应该也算得很清楚。粘上了。因为不算太复杂，这个计算。嗯。对。那黑棋很麻烦呀、啊，这个时候。只能到里面去补一个。对。啊，现在。这个脚上杀气呢，黑气会气长，但是呢很辛苦。你这儿总是会，它收通过收气呢，它还有很多利用。它比如说这个吃掉一个眼是先手眼，等等，它有。那外面再做出第二只眼来，太轻松了，这简直是。对，它现在就活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那边再下了，那边是。已经是很小的地方，他就靠这个，我靠这个，他觉得这块还不是你的呢。刚才你这靠在这儿是勉强撑住了，啊、嗯，这里面白棋要把黑棋的空给他掏掉。对，你看他脱先、还脱先了，挡住，挡住，然后再冲，冲一个。他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假如你断，他这个棋就不争了。就不吃这个，吃了走、给你走了。对，他有可能是这个。对，如果说贴呢，白棋可以搬过，搬过，啊、先手过也挺舒服的。提掉，他可能这样，他因为这两个有交换呢、前期交换一下。是的。之后怕交换不着。嗯。哎，这样的话搬在这儿，这有带眼位的，这是白棋期望的。对。哎，这个呢，他就你看连起来，把眼位都做到这儿了、做到你空里了，他想这么下。就是把黑棋这块空破掉，他的目标、就是。对对对对对对、嗯。那么黑棋不干呢？黑棋啊，他得想点办法。他是。他夹在底下。一段被你立，那我就抢这个。嗯。哎呀，这个下的凶啊。长。对。断掉。是。白棋搬。啊，这个是下的特别凶，特别凶。黑棋还这不甘心呢，说你这要活了、我还不答应呢。对。点。那把这个吃掉是吧？接上吃掉这个，吃掉这个。对，这个时候如果白棋打了挡还不成立，上面这个子被蒸掉了。对，如果这样，这个一吃呢，它蒸掉了。嗯，所以得小心。这个蒸子蒸掉了、啊。是的。所以说他做准备，先来搬一个。先搬。适应，如果你走这个，他把这个脚吃一边、一冲。嗯。能冲到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再吃过来。再吃。对对对对。打了一挡就把它挡死了。然后你如果吃这个。他一跑，再打再他跑，这怎么也吃不掉了。对，怎么都是差一口气。对，这个就黑棋不行了。是的，就因为这个多一个交换。对。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呢，看看啊，他又选择走什么？他搬的时候呢，黑棋双了一个在这儿，双一个。这个棋呢，他也没办法。他走别的也不行，他走这儿的话，这里。对，他可以挤他一下。这里也能够可以。那怎么也防住了，反正这块其实还是挺容易处理的，总体来说。啊、这个棋它不好办。嗯，这接下来。不好办。没法弄。啊，这个棋。这个子好像早晚都得掉。是吧？这不行。是。啊。所以他就走这儿，那么骂他一下。啊不，他是走单的。哦，他单粘，单粘的，单粘这个地方有打了活，这个能活，那就立下来，立下来，对，然后再挖他一下，这个地方是个关键啊，他可以这样卷出来，这个卷一个，就是等于是送子，是的，你一步都不能让，只能跟着走，命令命令命令，这黑棋无法抵挡，只能往外逃，对，你就是帮我送行，对，这样呢我就能回家了，然后他还粘他一下，但是我送完了之后，这个残子还能利用，因为粘了之后长气之后跟这个杀气，没错。他粘了黑棋做个眼，因为如果说单提的话，他
搬了底下。不是，这一搬你麻烦了，你不能叫吃，你差一斤。你如果走这个，我这一长一走搬过了。对，度过了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最强的是来做眼。他再弯他一下。弯一个，但是这个做眼说实话，你白，把这踢掉是吧？踢掉是的。他虽然吃着了，但是他这儿多出个硬头啊，对脚上还有用。没错，他就是先点了他一下。点一个，对。下得很舒服。脚上还有用。对，你看我这个，你看一肩度过了，白棋飞一个，对，他这个下的凶，飞他一下，以后白棋可以选择度过或者是收外面，其实度过也挺大的，而且是先手，对，得逼黑棋在里面做活，是说是这个白棋回来，但是呢，柯洁说他这样的话，他还觉得也还行，也行，但是我觉得不好。我也觉得不好。我觉得这个棋，这个棋下的，和被这左右都利用，他总这儿打穿了，把你空还是破了。是的，那脚上还有东西。应该说黑棋还，就白棋还可以。对，这白棋打的还是挺舒服的，而且接下来可以搜刮他。对，那这里以后没剩几目，还有断呢。所以黑棋在这儿走了一个。是啊，这里有点破，有点很破的样子，破破烂烂的是吧？啊，这个当然也很大啊，本身就比较大。是的，白棋爬了一个。爬一个先手，对。是。然后把这个断了，他补的还是挺牢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这刘星啊。他局后也说这个棋我也是不是有点太缓了，这个棋不，他说就应该收官哦，打收手，那黑棋得硬，用这个粘先什么，他把这个扳粘，哦，扳粘搬了粘上，他说这个空就可以了。这个棋呢，这个空很确实，对，这个也有空，黑的空抵不过白棋，那么就是说这块棋只要他生死没有问题就行，没有问题。这你看这儿有半个眼，对，上边眼位很多，这里都有眼，暗藏眼位，对，也没问题。应该说，这样的控只要守住控，就行。认为这个是简明，而且不输。对，简明取胜之道。对，这块棋反正只要能保，这里两个眼必有一个的话，那就等于这里已经有一个眼，这不会，然后这儿有个接，这有个断，中间有个眼，这以后就立了，这拖都是眼位，这个眼位不会有问题，这里面眼位很多。对，这个，这样的话比较简明，应该说白棋好，是，这白棋好，那就反推的话，黑棋又检讨的地方还是有不少。对，是最主要是这个，主要是这个，你这个被这个拖累了之后，你且翻不了身呢，这儿折腾半天，然后都是白棋一路主动，主要你前面的大方向有问题，对，有问题，是的，这个但是柯洁嘴上还是不服输，觉得没什么，很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特点啊，还是有点。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心里觉得自己就一定好，我不知道。这个棋走成这样之后呢，白棋有问题，他是走的什么？他是把这个吃掉。白棋断了。但是我觉得虽然也不小，对，不管怎么说，把这个补干净。他梦寐以求攻你，结果反被你吃进来，总是便宜的。对。但是呢，他觉得那样是简明的。好。那黑棋这个时候肯定也得拼了，再不拼的话，这目数不够了。这个点呢是大。对，这个非常大，他点这个的时候，白棋假如说忍让，那肯定不肯，这被人家白便宜了。那早知如此，那还不如搬砖呢。这个太大，这个对他这个不肯忍。那白棋能不能立下去杀他？那更不可以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如果被他活了，这已经杀不掉了。这更不好，这个活太大。对，这个就一下子全转了，这个就。没啥意思了，活到他空里面去了。对，这是最希望的，这黑棋最希望的。最肥的地方被他拿走，全被破掉。对，这个不行。所以点是个很好的时机。也好地方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白棋啊，哪怕搬一个都得脱先，就搬一下不粘，哪怕都得搬那个二路。就搬一下再点，那就差多了。对，你就算再挡下去，再不济你挡下去都好多了。都好得多。是的。那个棋一定要该走那个地方，这等于敞着怀让人家点一下，总是不好。是的。这个棋呢，白棋怎么办？
白棋小尖，白棋是不是那门先挡了、先挡了人家。这个挡呢，这个如果搬这粘先手啊，对，白棋会爬，黑棋爬一个，黑棋爬，挡住，对，他搬一个，然后他是怎么做活的？对，搬一个，他就长吗？比如说，对，就长吧，猴一个，哦，他可以弯在这儿，能够活，但是活了之后，它主要是这里面空了，这里面有家有等等毛病。所以呢，这个白棋虽然把角那个他不肯，他宁愿挡在外面。从官子上角度来说，应该挡。他挡是正确。正确。那黑棋立下来。对。再把这个加掉。加一个，有可能损一个官，劫财，但是也行，那个是正常的进行啊。这个地方怎么办？他小尖。小尖。小尖是最强的了。最强。还有就是团住，如果团住的话，黑棋小尖应该也能活吗？团住有各种变数。首先是有个点哦，点这个，点这个，假如说粘上被一爬，这是不舒服的，那就杀不掉了，这不舒服，这就这是黑棋的形状很好，这个棋呢还有种种的下法，这个棋白棋可能一般不肯，尤其这个局面，所以说应该杜绝，应该先搬一下，走这个，现在目前来说只能是这样，最强，也是可能最强抵抗吧。挺好，这个也和最佳的一个黑棋挡下去，对，挡下去，在这儿，对，让白棋挡住它，对，这是最强的，对，你说黑棋非要活一小脚呢，倒是搬了虎也行，如果这样，搬，对吧？搬虎，但是这个活的太，白棋这一搬，对，怎么办？但是他只能这么委屈的去做，那这个并不好，是这个有这样的话，不好赢，这个赢，而且这个还被先手立一下，对，所以不能这样做，不能这样做。这个地方当走成这样的时候，黑棋挤了。对，这个棋相当强。这个挤啊，人家说这不是明显这不有个夹吗？被夹死了吗？对。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黑棋有个顽强啊。对。以为被夹死了，但是呢，其实黑棋是有一些手段的。有个小手段。他拐了之后呢，他在这儿先试了白棋一响，看看你怎么应。这是柯洁特别喜欢的。他很擅长。而经常是啊，大家看的觉得晕乎，觉得不行的时候，他这个后面就发挥的特别好。后面的把对方这个教的。对，他经常这样，觉得形势不好的时候，也他能够把你这个局面给扭转。但是别人认为形势不好，他也许还觉得可以。这个地方走这个呢，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比如说你走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是先手，是吧？这个地方一靠，有种种的各种的先，然后虎一个，什么再虎一个，给做个结出来，都有各种，都有可能。这里面的棋就多了，是的，这种棋就多了，没错。这个，所以还真是不能大意。这后半盘如果防不住他，你这棋即使优势也赢不下来。先试试拧手。但是他这个也是比较强的。下的挺狠的。很强。我们看看他这边是怎么出棋的。对，他断打。那个、出棋是很重要的。是的。他如果出不了棋，那就白死进去了。那他就不对了。是。这个。黑棋扑一个。对他卖一个也没办法啊。对，就必须卖，不然的话气不够，然后再弯在这儿。这个对这个棋呢，这个棋弯这个时候扑一下，是不是可以考虑？扑一个的话，它踢掉，再弯。再弯的话，白棋会跳吗？如果跳啊，假如说跳，加，然后往上冲，冲两下是不是不便宜？不，很怀疑。是，那我再冲，再冲顶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那我只能回到这儿。对，这样。对，弯一个。打这个结。是的。拼结。接上，然后。接上，对，拼这个结，是吧？可以先提结。对，这个拼这个结，这个是，但是这个结变得很大。对。变得特别大。那就看这个劫财了。是的。这个劫财。对。这就考虑这个劫财问题，有没有大劫？自身也有劫财，这就拼劫财。那么我就是想说，你这个没有走成那样。这打劫其实是很过瘾的一件事，因为我们看到刚才他已经走了一个，就是对，在这儿有很多劫财，白棋这个角上也有很多劫财。对，
所以有很多未知因素。未知因素特别多，搬一个断了一个。断的时候，我的意思就是，如果铺着，你这个时候有个力。哦，是这个。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。啊，我。而现在呢，你就不行了。这个时候如果铺呢，被它吃了。啊，对。这又是个打结活，这个上面就很烂了。对。这个麻烦。是的。这个不来不及铺了。嗯。先铺再立呢，会这个，哎。嗯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断一个呢，你没有办法，甚至立来不及了。因为没有铺着，这被它切了，切起来了、啊，所以这时候只能是忍耐，只能尝一个，对，忍耐，那么白棋就算了，对，走这个，那么再铺，嗯，变成了一个这样，但是这被你断着一下，差很多，对，嗯，那么现在打那个劫，开始打劫了，打劫，对，白棋提，提劫，然后黑棋搬，搬一个先手，对，接住，提劫，然后提，对。黑棋白棋先挖了他，这是个劫，对、是的，这边有个角吃嘛哈，再提劫，哎呀，这个棋、黑棋这个时候弯这个，弯这个，嗯，他这个棋先他先挤了他一下，很细、啊，哎，这又便宜两目棋，他很舒服，嗯，哎，挤了他，然后回来，回来，嗯，黑棋提，对，这个时候呢，嗯，白棋找劫，现在是白棋找劫，他接了一个，接一个，这是先手。嗯、对，他刚才已经便宜到这一幕，所以他接起来就心安理得了。舒服了，是的。嗯、然后再点这个，点这个，点这个不要，应该他说找这个劫可能飞一个。哎，他说这样的话是拼这个劫才会多，应该破釜沉舟拼这个、嗯。他飞一个就是劫才会更狠一点。狠，对，必须打赢那个。嗯、这个呢被他会让了。对，他就算了。让了。对，提一个，这提了，是不是？然后白棋打吃，打吃走这个，这白棋你看那劫材都比较舒服的，是的，搬一个，搬一个，先搬这个，他先搬这个，这个对、嗯，这是劫材，对，然后提了，再提，对，白棋提一下，这个时候也不打二还一了，提到那儿去了，对，从目数上说应该提那个，但是他劫材他也不可损一个。哎呀，他这个下的比较提啊，搬一个先手，走这个是吧？嗯，再提过来，提黑棋白棋搬，哦搬，这都是顺手劫。是的，走这个，提过来，那么再打了一个，打一个是劫财、嗯，对，再提过来，白棋呢立一个，这还必须要走。对他先尖了一下，关子哦尖啊，这个尖，对对对，这个是的，再吃，再吃一个，嗯。然后白棋提劫，那黑棋这个是先手，对，所以刚才这扳到一下有好处，不然这个断不是劫材。哦，是啊，否则没有扳，它断了直接爬回来了。对，提提，扳一个，扳一个是劫材，嗯，再提提，下到这个时候呢，劫材有问题了吧？嗯，好像黑棋没有合适的劫材，没有劫了，没有劫了。没有劫材，这黑棋没有劫了，而白棋还有一些劫。嗯。白棋这个，景气那不能随便下，当然是。但是，如果真的没劫材的话，他还可以用这种的招法。对，是的，是。所以黑棋呢也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时候就刺了一个在这儿。这个棋被提了，这个是不是控不够啊？这样黑棋就觉得有点。是这个劫那个太大了，嗯，而主要你这个提完这儿，这个棋发挥作用了，就你中间还欠着，嗯，这欠一手棋呢，嗯。所以这个棋我觉得要么最只有这个破釜沉舟，这儿把劫打大，把那个先铺掉、嗯、给它做大，就刚才您说这个飞一个不要点在这儿，哎，对，或者说先飞、嗯、看他一手，把这个劫打让白棋不能脱手，嗯，而且先铺掉再侯，你不敢跳，对，跳的话我就一路给你、嗯、你有可能损的外面，必须要赢那个劫，对，而现在那就是官子问题了，是官子呢，他把那个提了厚了之后，你看走这个白棋一打吃 他没有生死问题，对，再把这个吃掉，这脚上还欠一个脚，如果走这个他一点这个死了，对、啊、这个死了不成，这死了肯定不够吧，不够啊，嗯，所以这个棋啊他是一路跳回来，嗯，但是被这个白棋把这个抓掉了，哎，形成一个这个局面，但是这个空不少，嗯，然后空不少，但是你这个也要命啊，所以他补了一个，对，那个一贴受不了，对，补是又牵手棋，本来这招棋是很大的，挡在那儿，哎，挡在这儿非常大、嗯、巨大巨大，是真很想挡、这个、但这边被贴起来了，是他怕这个，这贴起来这个中间还有
你这还得赶紧忙往回连呢，忙着往回连，要不然这个打吃你是后手啊，打完人家这活的，那冲过来的打吃他就尖这儿就行了，啊啊、把你这串吃了，都变成弱点了。是的，这个变大了，所以这个所以他没办法，他只能走这个，他冲一下先手，再靠一个。就刚才说这个靠又是一个好手，如果走这个他有一个夹。夹下来，对，夹下来。他这个脚上可以先手点他破眼，对对。然后这二路一爬过来，他脚气太紧，是这个这个不行。你这个立的又不由上面的，能走这个被这一断，对，断的他难受了这下，所以他打这个，好像没有办法，没办法了。这个棋你走在这儿啊，被这打穿了，打穿这都守不住了，是的，只能走这个打吃。守不住了，接住，再接上。对，时间走了。黑棋挡在上面。这个棋，他又冲了一下，读过。白棋下得很稳健，他就把这个抓了。不，这个抓也，这个抓也很大，抓也很大。你本来这个打了这是三个子的掉、甚至我都觉得打了吃那个都不小，真的不小，那个不小，感觉是打这个也不见得比这个那个。是。我都想走上面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啊，即使走那个也不见得好，空不见得好。对，走那个，但是我要觉得走这个，还继续可以收官。黑棋提了一个，提这个，这很大，要不然人家尖上是先手，然后白棋再小尖，接上，这要出问题了。这里面黑棋已经挡不住了，在这儿接住。他把这个提掉啊。这一冲他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你这个这退不了，这个冲下去了，这个、没搬过，是的，走这个被他打这个挡不住，这就不能再继续了，是，这就不能再继续了，这个就麻烦了。黑棋接上，然后白棋就把这个给打了，啊，这个就不行了，这个棋啊，这个棋就输掉了，对，你就不好，你这叫吃他粘上提三个，这儿就打劫，即使不打，人家把那吃了，你也不行。对，这儿中间还有冲。啊，这个都无法继续下去了。是的。这个该认输了，这个棋柯洁下的有问题。对，最后这盘棋呢，就是直白的刘星是中盘战胜了柯洁啊。应该说这个柯洁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强调他那个地方的靠啊没有下出来，这是他很致命的一个失误。对，自从那个靠没有下出来之后，这个棋局就往白棋有利的一方发展了，那后面就越来越不行了。对，确实最后的挣扎呢也没有成功，在那个脚上的劫没有下出最狠的招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